我是刚刚喝到的113年7月10号，台北捷运板南线永宁站了。我终于来到，快来到最后一个站了。哎呦，2214开往顶埔，顶埔。C3201314哦，往顶埔，下一站就是顶埔。然后等下跑完顶埔，我就可以休息。终于把这一段给跑完，等于是我板南线全自霸啦。对啊，站子可以坐一下。欢迎乘门，不好意思，什么连他们？终于永宁站也跑完了，现在站顶埔站跑完就板南线全自霸。哦，陈叔今天也跑得蛮勤。把板南线全部跑。他们从哪里有兵？龙山寺到顶埔。哇，只是啊，我预估时间完蛋了，有点超过我预估时间。因为等一下我要搭这班回程，我赶紧冲。反正2214哦，13114。终点站顶埔。到。1314那个，终点站顶埔。终点站顶埔。顶埔。哎，车门！请问大家麻烦。